六合敬不是要求别人，是要求自己。我跟人家和睦相处，我知道怎样尊敬别人，绝不是要求别人跟我和睦相处，别人怎么尊重我，不是，那你完全想错了。见合同解，建立共识，见合同修啊，这是大家在一起住啊，要守规矩。像佛门道场都有个常住公约，生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运，力合同均，这个六条完全是佛教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和，做到静，与大众相处，要求自己，决定不要求别人，这个是佛法教学里头无比的殊胜，真正叫我们做学生的人啊，五体投地。别人对我们不和不敬，我们对他和敬，久而久之自然就感化对方，所以自己正了，然后才能正人，这个正人就感化别人，自己和了，天下就和了，自己能尊敬，天下都尊敬，一切从自己本身做起来，这个都是行门的基础。我提出五个修学项目，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跟三福相应，跟六合相应。别人不跟我合，我跟他合，这不妨碍六合敬。一切从自己做起，不要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你就有烦恼了，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跟三学，跟六度，跟十大愿望相应，世上也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的身段，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的身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啊。那我们学佛的同学，我们这个道德都是以经教为标准，要把经教里所说的统统做到啊！做到，绝不要求别人做到。如果要求别人做到，你就生烦恼了，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你就搞错了。要求谁做到呢？要求自己做到，不要问别人。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做到，这个僧团是如法的僧团，是六合敬的僧团。我们学佛的同学最重要的六合敬，我们要和睦相处啊！如果学佛同学都不能和睦，那全都是假的。和睦的工作要从自己内心做起。我常常讲，把我们自己内心对一切人的对立要化解，没有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没有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没有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念头，我们就心平气和，先得自己和，自己跟五脏六腑和，跟眼耳鼻舌身和，离四六和，要从这儿下手，然后自然能跟一切众生、天地万物都和睦相处了。没有自己就和了，有自己就很难和。佛菩萨为什么走得那么远吗？佛菩萨知道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就是爱护我，道理在此地。你意念里头、言语里头还有冲突，冲突永远不能消除，消除了从我们自己意念里的拔除，没有了，你们有我没有了，你口里常说我口里头没有了，念头没有了，我念里头只有和平，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怎么落实呢？落实在我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我要包容一切，一切从自己做起啊！我要包容一切，我要敬爱一切，我要尊重一切，我要关怀一切，我要互助合作，对一切众生，从自己本身做起，不要要求别人怎么对我，我要要求我怎样对人，和平就落实了。六合金不容易，从自己做起，不要求别人，天下事要求别人是做不到的。学佛要求别人呢，你成不了佛；念佛要求别人，你往生不了。中国古人教人，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这就对了。只要能够反求诸己，什么样的障碍都化解了。建立六合敬的基础，在今天这个社会，绝对不能要求别人跟我活。你要这样要求了，你一直到老死，你都遇不到一个人，谁愿意跟你活？只有自己发心跟别人活。跟别人活的话，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要学吃亏，要学忍让，要学得到底。这个社会上的人都会说你是傻瓜，你太笨了。局势之人看到你都是一个异人，跟人家不相同，怪人怪异。诸佛菩萨赞叹你，为什么？你即使没有学佛，你来生肯定升天堂，设善升天堂。如果你能把这十条把它引申到三千条，你就出来就到轮回了，到四圣法界去了。如果再不断向上扩展，扩展到八万条，你就成佛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只把净业三福抓住，六合敬抓住，家和万事兴，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问题就来了。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起初他不以为然，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变，他就不敢化了。人有业障，很重的业障，不是一下就能接受，要长时间，要不怕长时间。我天天对你恭敬，你对我不恭敬，我对你恭敬。三年五载，他对人都会恭敬，不怕艰难，不怕时间长，就会有成就。佛家讲的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僧团，他是四个人。那如果有个家庭里头，夫妻两个，有两个小孩，叫四个人，那就是一个僧团。这个僧团要修六合敬呢，那就是佛教的僧团。佛教僧团呢，是和睦的僧团。睦有亲爱的意思，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个团体多好，多么幸福，多么美满，是这个意思。所以一看到出家人，就提醒我们，我们的团体要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在家庭这是小团体，在公司行号这是大团体，在国家是更大的团体，通通要和睦。那么这是三皈依的本意，一定要了解，一定要落实。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一定要感化他。所以一切呢，都从自己做起。这个就是佛的弟子，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六度里头有自行，有化他，
自行摆在第一，化他是其次，自行决定就化他，要从这个地方出发了，从这里做起啊。六度第一个布施，我不肯布施，叫别人布施，人家会怀疑，人家不会相信啊。从自己本身做起，做给别人看。那么佛教菩萨修六波罗蜜，最主要的是度自己，你要懂得。为什么呢？布施的目的是度悭贪呐。我们烦恼里头最严重的是悭贪，所以你要晓得，布施是度悭贪的。布施度什么时候圆满呢？悭贪的念头断掉了，念念呢都能够想到一切众生的福利，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圆满就做佛了。初学佛的人常行布施修福，财布施得财富，没有财富不能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自己一定有福报，福报从哪里修？福报从布施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都想这三样东西，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通通从布施得来。我们学财为社会造福，为众生造福，财布施。我们舍身，身为他们服务，服务是无条件的。今天讲做义工啊，给社会大众做义工，这是布施波罗蜜啊。时时刻刻心里想着社会需要什么，众生需要什么，常常想念着我们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做，这就是法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通通具足啊！布施里面最重要的法布施，你看现在社会需要什么？针对社会大众迫切需要的，你去做布施。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把五伦做出来，把五常做出来，把四维八德做出来。这是法布施啊，我们用身体做出来啊，身体的财布施、财法布施通通都有了。如来而有气候充满大人像，乃王古时广设众施共诸法故，别人有缺乏的他广行布施啊，你缺乏什么他帮助你什么，缺吃的就用饮食来布施，缺穿的用衣服来布施，缺医药的再用医药布施，缺什么他都布施什么。所有布施当中，佛常说法布施为第一，真正的苦难是人民愚昧也，没有智慧也。所以教学的布施功德是无量无边，布施念念不舍了，从早晨醒过来起床，不再贪睡了，贪睡贪心啊，这都是属于布施波罗蜜，都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对外头，首先对自己，把自私自利放下，起心动念的都想别人，不想自己，把贪念自己的身体放下了。贪念自己的享受放下了，要从这里做起。菩萨念念想到别人，利他了。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基本的就在此地。菩萨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凡夫开始学，有自利有利他，自利的比例多，利他的比例少，慢慢进步。到利他的念头多，自利少，到最后完全没有自利的，布施波罗蜜圆满了。
圆满之后是菩萨行的。佛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修六波罗蜜，六种圆满啊。修布施，布施是放下，放下贪嗔痴慢，放下自私自利，全心全力去做利益社会、利益群众、利益众生的事业，这叫菩萨业。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善心、真诚的善意、真诚的善行，这就是发菩提心修菩萨道，这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全是假的，假的不能干了，我们要干真的。真正能存三善，力行三善，你一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天灾人祸你都能够避免，这是真实。不施不着不施的相，就清净。佛在经论里面叫我们修布施，三轮提空，修布施不着能布施的相，我能布施，不执着对方接受我的布施，也不执着我布施些什么，这叫三轮提空啊。常常修布施，心里头连痕迹都不住，这个在佛法叫净施，就是净方面。精进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永远不会懈怠，那就是静啊。心意念意行意，那就是精啊，纯一而不夹杂，这叫精进。精进生定慧，凭自己相信自己的善根，这个很难得了，非常不容易啊。善根是什么？大乘经教里常说世间善根，也就是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这就是善根。能够出生一切善法，这个善根呢，就是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道啊，最后的意义，这三个根。出世间一切善根，大乘经教里头佛也说精进，精进是菩萨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什么叫精进？精就是纯一，精纯了，一点不夹杂了。静就是永远前进，绝不会后退的，这叫前进。那用我们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方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真前进。这八个字做到了，上品的功夫生十八土，中品的功夫生方便有余土，下品的功夫生凡身同居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所以精进两个字要认识，我们这个心里有很多杂念就不精了，精就失掉了，纵然天天有进步不是精进，所以问题还是很多。真精进呢，问题没有了，这个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晓得。贪嗔痴
叫三毒。世间所有一切的恶法都从贪嗔痴生出来的，那是恶根呐、毒根呐。所以世间善法呢，翻过来就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假如我们学佛，连世间的善根都不具足，出世间的善法就没份了。出世间的善根是什么呢？只有一条，就一个，精进。出世间的善根，精，诸位要记住，是纯而不杂，夹杂就不精，那就不是善根。纯一不杂，这样求进步，这个是菩萨善根。相信自己的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再加上精进，这样子断恶修善呢，就是功德。如果没有三善根，没有精进，修一切善呢，都是福德。福德跟功德不一样，福德六道轮回里面享受福报，功德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证圣果，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功德边的事情，福德做不到。我们的学业，我们的道业，天天都在进步，不但进步，而且是纯净的进步，并不掺杂一些别的东西。什么叫掺杂呢？比如说我们在学道，如果我学道的目的，我是希望我赶快成佛，赶快呀、正果。成佛正果干什么呢？哦，我将来要度广大的众生，有很多人尊敬我，有很多人供养我，我走到哪里呀、都很了不起。这就叫掺杂。虽然精进，你的目的不清净。为什么呢？你是为了名闻利养而精进，那就错了。所以世间为名精进的人很多，为利精进的人很多，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这个精进呢，才叫真精进。精进的功德是度懈怠啊，无有懈怠之念，这个就是精进度。懈怠这个烦恼啊，也是很重啊，不容易断除。假如我们修学都不懈怠，诸位想想，还要什么三大阿僧祇劫？一生当中啊，当然成就。在一生当中之所以不能成就，亏吃的懈怠。换一句话就是，不能精进。不懈怠啊，就是。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如果发现有这个毛病，你就要想方法来对治，这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的精进一定是要在佛法上，求觉一定呢是要在净念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度舍六根，净念相继，那是真精进。都舍六根怎么个舍法？实在说，这个六根就像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六根门头啊，是内外交通的一个管道。收舍六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根。我们眼不是叫你不见了，眼当然要见，见怎么样呢？见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在一切法里头不要分别，不要执着，
那么你所见的这个境界呢，是平等的境界，这叫真平等，这就是都摄六根，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尝味，乃至于意知法，一根是对法了。真正在境界里头去学，这个修就是修学啊。学什么呢？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诸位要晓得，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啊，你就得定了，你的心就定了。外面六尘境界你也看得清楚，你也听得清楚，样样都清楚，那是慧。一切明了是慧呀，心是定的，这外面样样清楚啊，这是智慧，这叫定慧等觉啊。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呢？净宗里面教给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意识啊，分别的意识，分别执着啊，通通去分别阿弥陀佛，就执着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都不要分别，都不要执着，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功夫用到纯熟了，纯熟之后啊，阿弥陀佛就没有了，丢掉了，那就真的成了境界。外不着相，换句话说，真正能做到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了，所谓是把风吹不动啊。把风吹不动啊，这是刚刚得禅定的样子，不是很深的，刚刚得到的那个样子，就是你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了，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能够如如不动，定是不动，就是《金刚经》上的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你的心定了，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定中。这个定不是盘腿面皮，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言谈举止也在定中，记住那个定的定义，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生智慧呀。世尊告诉须菩提，不取于相，要懂得什么叫不取，不要错会了意思。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是不是不要呢？不是，不是在事上离。四四无碍嘛，离离他干什么？在哪里离呢？在心里头离，心才会障碍，四没有妨碍啊。所以经上教给我们离相，教给我们不取，都是在心上，心里头不要执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是修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饭不要着吃饭的心，有些人吃饭很考究，要讲究色香味美，那着相了，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动心了。你在吃饭里面看到饭菜，你能够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吃得很舒服，吃饭是修一心不乱了，吃饭是修定啊，穿衣也是修定啊，见客也是修定啊。我们去逛市场，市场里面琳琅满目的这些产品你都看，但是你不执着它，没有被这些
新产品诱惑，这就是禅啊。心里面呢，看到这些东西，接触这些东西，不动心啊，没有起参心啊，没有起爱好的心啊，那就是定。由此可知，禅定原本是生活，生活在禅定里。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被外面境界诱惑，能够如如不动，这个是禅定的意思，这个叫入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光同尘啊，跟大家一样啊，只要不着相就是修定。金刚经上教给我们的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修定吗？在经中讲，这就修一心不乱啊。什么叫不取于相呢？不着相，我们常讲随缘而不攀缘，攀缘着相了，随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大家更好懂，随顺自然生态，不就不着相了吗？一切呢，我们能随顺大自然生活，这是最好的，不要违背大自然的生活。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这个是最上乘法。眼见色不是不见，不见得到哪里修呢？耳要听，鼻要嗅，舌要尝，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你就用功了，用什么功呢？不起心不动念，睁开眼睛像镜子一样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既然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从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那才叫根啊。你就晓得上上乘人他练的是什么功啊？他练的是这功，见色闻声嗅香肠味，如如不动。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对外面六种境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叫禅。内里面呢，不起贪嗔痴慢，不生七情五欲，那叫定。禅定是这个意思啊。自性里头没有一样不具足啊，只要你得定，慧就开了。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通通现前。你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物怎么来的，怎么会有的，你全都通达明了，这叫智慧啊。万法无化，你自然就不执着了。假的不是真的，梦幻泡影啊，即使虚妄你就看破了，禅呢、啊、看破之后当然你就不动心，定就是放下，禅就是看破，禅定两个字合起来，看破放下。然后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表现所表演的是高度的智慧，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游戏神通无二无别。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用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佛在大集经上赞叹念佛是无上深妙禅，这个话是世尊在大集经上说的。可是你要会修，你要是不会修，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胡思乱想，那就完全毁掉了，那你不是在修禅定，你就不是念佛。所以念佛要怎么念？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看看是不是深妙禅？无上深妙禅啊，不需要坐在禅堂啊，行住坐卧都在禅定当中。
普贤十愿，十愿是化身菩萨修的科目，究竟圆满的修学。我们虽然做不到，要知道要与这个方向相应。菩萨虽然做到接近圆满了，我们是在起步，但是方向不错，这条道路不错，那就很好啊。第一个礼敬诸佛，诸佛怎么讲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你要知道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不但一切人是未来佛，连蚊虫蚂蚁、云飞软动，所有一切动物都是未来佛，鬼神也是未来佛。平等的礼敬，普贤菩萨能做到啊，我们凡夫做不到。你能够礼敬呢，你还会有伤害吗？绝对不可能嘛。我对于释迦牟尼佛怎样恭敬，对一切诸佛同样恭敬，我对阿弥陀佛如何恭敬，对一切众生也是这样恭敬，无二无别。恭敬的心、恭敬的意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恭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个要懂得。表达的方式是厚厚薄薄的，对一些无情众生也要礼敬。坐一板凳是无情众生呢，那怎么个礼敬法呢？坐一板凳把它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这是对他的礼敬。花草树木你爱护他、照顾他很周到，对他的礼敬。礼敬的方式不一样啊，礼敬的心完全相同，所以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普通人能对一切人做到平等礼敬，那就很了不起了，内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矛盾，没有界限，没有对立，内心里面还有对立，礼敬就没有了。也可以说普贤菩萨用这个教学的方法，把我们的内心一切对立、一切意见、一切矛盾通通给化解了，入佛境界。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天台大师六界佛第一个礼戒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全是佛。佛我能不敬吗？我敬释迦牟尼佛，我敬阿弥陀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对他们要跟敬释迦、敬阿弥陀佛同等的尊敬。为什么？你会成佛，你要有差别、有分别，这是我礼敬的，是我的老师，我要敬他，那是我的冤家债主，他天天伤害我，甚至于要夺我的命，我还会敬他吗？我不恨他就不错了。不行，不恨他能化解冤，你要把他当佛来看待，你就成佛了。什么时候成佛？你什么时候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恭喜你，你成佛了。如果学佛了，是一个研究经教的人，心里面呢还有是非人我，你就完全错了。你这个经义怎么能懂得？真正是个佛弟子，依如来的教诲，所谓是依教奉行啊。佛心里头没有界限，我们也要学佛，心里面没有界限，对于一切众生一律平等看待，平等的礼敬，平等的称赞，平等的供养，这个叫学佛。如果厚此薄彼，我们立刻就要觉悟。古德说得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这个一念是迷情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错了。这个念头起来，立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量觉，阿弥陀佛就是真诚清净平等觉，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除我一个人是凡夫之外，通通是佛，情与无情都是佛，你才能修普贤行。我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讨厌，你怎么能成就啊？你的清净平等觉怎么能现前呢？普贤行就是修清净平等觉的，你修普贤行了，家里还不和吗？没有这个道理吧？为什么呢？你看到你家人都是佛，都是菩萨，我自己是凡夫，对他的恭恭敬敬的，什么冤结都化解了。你觉得我行你不行吗？瞧不起人吗？这冲突就这么发生的吗？离境祝福，只要这一句做到，我们就相信无世界以来所造的业障啊，就化掉了。这个不难啊，真正懂得之后，我要谦卑，对任何人都要谦卑，我要学尊敬。一个谦卑的人，懂得尊敬别人的人，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依然都消掉了。你要问修行从哪里修起？从这修起，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善人是佛，恶人还是佛，你们想想对不对？善人叫我们学善，不要贪念善，不要在里面起贪爱。恶人叫我们反省，我们要断恶，不要生嗔恚心。怎么不是佛？佛是现种种顺逆善恶境界，唯一的是叫我们在这个境界里修平等心啊，在这个境界里修一心不乱啊，顺逆境缘呢，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都是诸佛如来变化所得。佛法是内学，佛法是内证的。我在我自己内心里面把所有一切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是非人我化解了，外面一片和谐，天下太平啊，是从这里来的。所以真正要想消灭冲突，落实和平，从哪里做起呢？礼敬，后面还有称赞、供养、忏除业障。实在讲，只要你做的这个四条，世间所有一切冤对冲突都没有，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佛法平常一般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爱啊，这个爱里面有真诚，有亲近，有平等，有正觉，这样的爱呢，这叫慈悲。所以它不是感情的，它是充满了智慧，真诚亲近平等的爱心称为慈悲。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方便呢，就是最适合的方法，最适合的表演，最适合的开导，这是门径啊。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化众生，因为有方便之门，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入觉真经。觉真经就是佛法，就是佛陀的教育。佛家的教学根本慈悲啊，慈悲就是爱。为什么不说爱说慈悲呢？有世间人呢，要跟他说爱，往往他把这个意思错会了，有感情在里头，有自私自利在里头，我喜欢他就爱他，
我不喜欢就不爱它，掺杂这个东西在里面，不是佛菩萨讲的爱。佛菩萨讲的爱是真实的，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所以那个爱心如果是真诚清净平等，换个名称叫慈悲。慈悲也相当于现在一般人所称的博爱。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清净的爱心，从爱自己扩大到爱人、爱家族、爱一切众生、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爱遍法界虚空界，整个法界里面，我们今天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宇宙啊，就是一个爱。佛说的啊，所以佛教是爱的教育啊。慈悲是爱，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自信就是爱，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慈悲。这个是怕人家产生了误会，因为世间一般人讲爱，爱里头有情，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爱，佛教它做慈悲，那是真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诸佛菩萨就是这个慈悲心，爱一切众生啊。真心里面第一个德，真中之真，就是慈悲。所以慈悲是天性，不是学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有的。而且佛法常说万德万能，万德万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慈悲里面的延伸出来的。万德万能的根本呢，就是慈悲。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那种怜悯心是悲心，要帮助他避开苦难，希望他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是慈，帮助他离开苦难是悲，所以说慈悲为本呐。应用在十法界里面，这就是方便。方便里面，这个爱表现着无量差别的现象，没有一样不是爱。给你笑是爱，板起面孔骂你一顿还是爱，拿肉火给你讲是爱，教训你还是爱，没有一样不是爱，决定平等。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么现象呢？因为行业不一样嘛，众生根性不一样嘛，所以佛的表现就不一样。你看他现无量无边的身，说无量无边的法，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慈悲。方便决定是智慧，智慧有实智有全智，实智是自心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全智呢，就这个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在人间。诸佛菩萨用它来教化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从方便里面就演变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些法门都叫做方便为门。这是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之所在，我们一定要知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佛法。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就是慈悲呀。其作用就是方便呢，方是方法，便是便宜，就是最恰当的方法。这个方法没有一定，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因人不同，因事不同，但这个方法非常巧妙，样样都合适，这叫方便。所以方便是活的，不是死的。理是一个慈悲，
这永恒不变。运用的时候八面玲珑啊，千经万论呢，不离这个原则了，决定是舍己为人。大乘佛法没有为自己的，都是为别人，别人就是自己，爱别人是真正爱自己。所以事出世间圣贤诸佛菩萨就是一颗慈悲心。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就是这个心在一善巧方便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那就是教化众生。落实在生活是自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是化他。自行化他就本着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他成就圣贤的事业，超凡入圣了。现在一般人心不清净，妄想杂念烦恼忧虑牵挂很多，这是病啊，这个东西长道啊。我们怎么个修法呢？我们修清净心，修纯净纯善的心，把一切妄想分别忧虑牵挂烦恼统统放下，那些东西与我不相干，恢复到自己心底清净啊，这个重要啊。真正这样修法修到几年之后，人家一看你这个人呢，一脸清秀相看得出来啊，你的相貌变了，你本来是很浊恶的相啊，现在你的心清净，你的相清净，一看到你这个人真诚清净。现在人心不平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自己小小有一点能力值得骄傲，你完了，一骄傲就完了，一骄傲是你心不平的，你心不平就不清净，就不真诚，全部都完了。要修平等心啊，我们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与蚊虫蚂蚁也是平等的，与花草树木也平等啊，决定没有高下心，没有傲慢心，这个嫉妒傲慢呢就断干净了，全放下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形象。没学佛的时候愚痴啊，学佛之后有智慧了，没学佛之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现在懂得了，自私自利放下了，小心量脱开了，现在有慈悲心，有广大心了，用这个树立自己的形象，严禁此法身。所以教化众生首先一个，我们要形象啊摄受众生，这佛教的嘛。菩萨要事先成佛，为什么先要修相好呢？相好是从因上修的啊，你不修因，你哪来的果报呢？记住，相随心转，境随心转。第一个境界就是身啊，身健康长寿啊，身不生病啊，也不容易衰老啊，是修来的啊。人为什么会老呢？忧能使人老，你忧虑多牵挂多烦恼多，你就很容易衰老，不用操心的事情统统放下，与我无关的事情统统放下，
境随心转，相随心转，你的形象啊，就是你的心啊，就是你的识啊。佛为什么具足圆满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实现的，那不是真的，那是随顺众生的，佛所实现的。真的是什么呢？大乘经上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那是真的。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修得的，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为什么失掉了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出现品里头讲的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道破了。相好摄受众生啊，我们学佛的人相好太重要了。相好不要刻意去求，刻意求不到，真心去求啊，相随心转。最重要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有这五种心，你相自然就变了。相随心转，心真诚，你有个诚实的相，人家一看你这个人靠得住，这个人可以信赖，他真诚，人家看你很亲近，他就很欢喜，看到你心平等，他就会尊重，看到你有智慧，看到你有爱心，慈悲就是爱心，他当然会跟你学习。心在哪里呀？心在相貌上，相貌改变了，体质就改变了，你自然能够摄受人心吧。形象是什么呢？戒律里面所讲的威仪，威仪是形象。我们常讲要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好样子怎么做呢？威仪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我们今天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学圣贤，怎样学佛菩萨。因为圣贤跟佛菩萨为我们表演最好的形象，他们所表演的实实在在讲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永远都给众生最好的启发，帮助开智慧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形象呢是从心变现出来的，不能做假了，装不出来的呀。你的心善良，人家一看你，哎，这个人心很善；你的心很凶恶，一看，哦哟，这个人煞气腾腾，很可怕。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呀。所以，稍稍有智慧的人，头脑冷静的人，看一个人的五官，看他的面孔表情，就知道他的心呢、啊，至少他的心是善是恶，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一般人欺骗世间愚人容易啊，欺骗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修行的人，那就很难了。人家一眼就把你看穿了。佛以相好摄受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见了佛，舍不得离开他，听他教诲呀、啊，是摄受众生的一种手段呐、啊，不是自受用。要有自受用，他还有我见我相，没有，完全没有。诸佛菩萨所实现的全是他受用啊，没有自受用啊。我们初学的凡夫，我执没破，我见没断，念念当中啊还有自己，这个不要紧，只要你觉。为什么呢？破我相我执啊，那是啊上一层的功夫，世出世间的学问
总是要从基础上下手啊。今天纵然还有我见我下呢，没关系，只要认真肯学肯求觉，我知我相啊，决定是随着时间而降温的。不知不觉当中，潜移消融，不需要刻意去断了，自自然然就没有。我们祭祀老祖宗，要念老祖宗的德行，要念老祖宗的教诲，要体会到老祖宗的智慧、经验。老祖宗对我们的期望，要真正讲清楚、讲明白。真的搞清楚、搞明白，要学习老祖宗，效法老祖宗，你才对得起祖宗啊！不能叛逆啊，叛逆自己受苦啊。你能够顺从，你的一生幸福，你的生活会过得很快乐，美满幸福的人生，他给我们留下确确实实一点不错，这样你能遵守。根本终身的指导就是伦理道德。我们的祖宗跟世界上每一个族群那个祖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的祖宗有智慧，有高度的智慧，有爱心，对于后世子孙照顾到无微不至，能不感恩吗？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有文字记载的4500年，我们相信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核心我们总结了4个空。第一个是五伦，父子有亲，五伦第一伦，根本的根本，这就是孝道，父慈子孝，这是核心。这是亲，血缘关系的亲情。除这个之外，跟血缘相等的价值观就是尊师。孝亲尊师是中国人的大根大本，在中国决定不止5000年。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化史啊，至少也有13000年，也就是说1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已经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四维八德虽然是在春秋先秦时候完成的，但是我们相信行之久远了。五伦、五常有10000多年历史，四维八德的精神早就有了，这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与伦理，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从父子有亲开始讲起，其科目分五类：父子有亲，亲爱，无条件的亲爱，真诚的亲爱是父子，夫妇有别，别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生理有不同的人，夫主外维持家庭经济生活，父对内他最主要的相夫教子，要把儿女教成圣人，教成贤人，教成君子，是他的人。君臣有义，道义，领导与被领导讲道义，
长幼有序，朋友有限，这五条叫五伦。人与人的关系不外乎这五种。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具有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决定不能超越，绝无伦外之人。这五种关系是天然之道，道就是自然，不是人为的，不是某个人制定，这是宇宙自然运行的规律，就叫做道。既然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之后都不是孤立的，注定要与大众相处，那就要具足德。德是讲在这无伦关系当中应该怎样相处，应该如何遵循天然的轨迹。就五伦的起点，父子有亲而已，父子关系是道，这个亲就是天然之德，是自自然然的亲爱。一切德行都是以这个亲爱为起点为核心，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人与人相处，夫妇怎么相处，领导跟下属怎么相处，兄弟怎么相处，朋友怎么相处，这些都是属于德。如果我们能够顺着父子有亲的自然规律去相处，去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就会幸福美满。如果违背了这个自然规则，就一定会出麻烦，会有苦难。所以中国万古不变的教育叫什么，就是教我们要明白这个道，而后顺着道而行其德。德的具体内容就是无常，常就是不可以变更，后来无常就演变出八德，因此我们常常讲伦常八德。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来又有一个讲法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两种讲法合并起来就是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德。十二个字是德，只要是人就都要有这个德行。我们老祖宗千万年之前就用这几个德模教导我们，这就是中国古文化所讲的伦常道德，是做人的基础。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词处事待人接物，不能违背这十二个字，要与他们相应，信德就显现。修德就是把跟伦理道德不相应的妄想习气放下，信德就显现。可见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教学的总纲领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这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是要真的做到，你过的是天人的快乐生活。如果你能看破放下，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哪有不快乐不自在的道理。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把祭祀列在第一优先的，祭祖啊，那是教育啊。论语里面讲得很好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后。那我们看看今天人心多薄，自私自利，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祭祖的教学疏忽了，人活在这个世间没有人情味了，
不要说人与人之间呢，你人与父母之间，与你祖父母之间，与你的家族，那个人情味都没有了，其他的还谈什么呢？我们讲人性的教育怎么样恢复呢？还是从祭祖把这个根慢慢再培养起来，孝养父母要从这里做起啊。先行具体落实，我常常讲《弟子规》，《弟子规》里头不但讲孝亲，也讲到尊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最基本的修行教学的纲目就是《弟子规》。《弟子规》不是念的，天天念有什么用啊？是要教一个人从少小三四岁开始啊，到你一生，你就活到一百岁了，都不能够违反，都必须要遵守，到老还是遵守，做给下一辈人看的呀，让下一辈的下一辈人再下一辈人，后来之人也能像我一样少小学习，到老大还做出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呐，人人一生都能够遵守，天下太平，人心淳厚啊，厚道了，决定不能够看清这个教育。修学的总纲领，无量寿经上掌握的明确。心行不外乎佛所讲的身与意。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行门的总纲领啊。善护的标准，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住，这标准啊。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菩提心有没有发呢？没有，想发发不出来。什么原因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讲修行最高的一个阶段呢。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十善业道。我们没有具备十善业道，所以菩提心发不出来，念佛不相应。为什么？心行不善啊。无量寿经正宗分的前面，佛说得很好啊，从哪里学起啊？从善护三业做起。这一句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三句是什么呢？这三句就是十善业道嘛。十善业道还有基础，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弟子规啊。这个弟子规是道德教育啊，伦理道德。敬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落实在弟子规里头，下面才有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十善业道啊。所以十善业道前面那个根是孝亲尊师慈心，慈心就是自爱爱人，这才能接受学校教育。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行门的总纲领。我们修行修什么？
方法，门径无量无边的，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我们要问问，修的是什么？方法不一样，门径不相同，可是目标是一个，方向是一个。这个目标方向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所以它是总的方向，总的目标啊，总的修行纲领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透彻，真正的路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牵挂。你说了个多，世间人哪里懂得这些？成天生活在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之中啊，哪来的路啊？我们没有学佛，那就没法子说了。学佛之后啊，要时时刻刻认真反省检点，我们的心性与什么相应？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你就是与法相应，与佛相应。如果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贪欲与恶鬼相应，嗔恨嫉妒，这个人看得不顺眼，恨透了，与地狱相应，邪正是非真假不能辨别，与畜生相应。修行这两个字一定要认识清楚，行是行为，修是修正。你的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行为很多说不尽，佛把它归纳成三大类，叫三业行为。你的行为再多出不了这三大类。第一种呢，身体的造作叫身业行为。第二种呢，言语叫口业的行为。第三种呢，念头起心动念叫意业行为。身语意这三大类啊，就把你所有的行为都包括了，一条都漏不掉了。完全的，我身体的造作错了，要把它修正过来；我说话说错了，也要把它改正过来；我念头想错了，也要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用什么方法修正呢？方法很多，佛经里面常讲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通通是修正行为的方法门道。净宗啊，可以是第一殊胜方便。他这个方法呢，就是一句法号。比如说我动个妄念了，知道这个念头错了，阿弥陀佛，把念头马上换成阿弥陀佛，就没错了。这个方法方便，一句佛号提起就是觉，就不迷了。佛号提不起，妄念继续增长，那是决定之。所以我们要依佛所行，特别是依一切诸佛当中啊最殊胜的这一尊佛。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不学别的佛，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哪里去学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无量寿经做标准，这就是学阿弥陀佛。诸位果然学成了，那你就成佛了，成了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佛家修行真正的功夫，第一个关口，破我执，我执破了，你就得到正觉了，这是阿罗汉的果。但是正觉是四果，初果须陀洹，我们要注重这个初果须陀洹。须陀洹呢，破身境，不再有这个错误的见解了，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把自己身看作我，这个见解叫身境。这一关不能突破，菩萨道你是一寸一分都入不进去，你在门外呀。所以我劝导大家，学佛第一个阶段，最初方便，楞严经上讲的，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彻底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为正法救助，这就对，你才有门可入。你要不能舍自私自利，你没有门路能入啊！你学的再多，都是属于即问之学，那是搞的佛学，不是学佛啊，你得不到受用啊。佛法之门，无我才能够进得去。我们今天常讲的自私自利，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你永远在佛法门外，没有入门啊。绝对不是说你受了三皈，受了五戒，或者出了家，受了比丘戒、菩萨戒，就入了门。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你依旧没有入门。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到无我，你才是真正佛的弟子，入门的弟子。化身菩萨，这是佛的入实弟子，登堂入室啊，所以初破我执啊，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远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是佛的入门弟子，刚刚进门。这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功夫不是一天念多少声佛号，不是的；一天打坐多少小时，也不是的；一天磕多少头，也不是的；一天念多少经，也不是的。那都是一些初级基本功，都是叫你收心的。真正功夫是什么？真正功夫是把这个碗放下，起码的功夫。我常常讲这十六个字，这是入门的功夫。真正把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入门了，你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怎么样呢？你能看得懂佛经了，能看得出意思，你能听得懂经了，你听了会有法味，会有味道，会有法喜，你会肯干。你不能放下的时候，那你永远在门外呀。门外听了什么？听了一些佛学常识，谁的意思呢？自己的意思，绝对不是佛的意思。开经偈上说，愿解如来真实意，你听了经的时候，你解的是自己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所以必须把这十六个字放下之后啊，你头一关进去了，你能听得懂，然后不断再放，你才真能够回归到自信。佛法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十六个字难放下了。我们要真学佛，那你连这个不知道，你怎么修法？怎样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把念头转过来，想为众生想，不要想自己，为佛法想，如何帮助正法求助，如何帮助啊苦难众生，念念为别人想，不为自己想啊，
自私自利就转过来了。有一念还为自己想，我为别人想一半，为自己想一半，这个不行啊，这入不了门啊。我为别人多想一点，想个六七分，为自己还要想个二三分，也不行，有一分都不行。为什么不行？这个是迷惑的根本。我们前面说过，你想回归自信，头一关你要突破。头一关就是身见，你把你的身当作自己，你把你的妄想当作你的真心，错了。金刚经上叫人，头一个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立相破我，从哪里下手？佛在这里教给我们，舍己利他，这个方法是大乘法里面非常殊胜巧妙的方法，比小乘高明太多。小乘人父母之人勤苦用功，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如断四十里之瀑流啊，瀑流瀑布，这个瀑布多大呢？四十里我们还没见过，没见过这么大的瀑布，要想一下把它截断，叫这个水不流，诸位想想这多么困难。佛比喻众生破我执就这样子难。大乘法里面呢有巧妙的办法，这个巧妙的办法要真做才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叫我们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想一切众生，这个样子时间久了我就忘掉了，念念当中都为利益一切众生，都为了啊弘扬佛法，一切为佛法想，为众生想，久而久之我执不要破，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妙啊，非常非常妙。古人所讲这个方法叫大而化之，把我们的心量扩大。自古以来许多修学大乘的菩萨用这个方法在很短时间当中成就，真正达到破四相的这样的功夫。舍己利他这个四个字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菩萨所以能够破四相成为化身大士，他们的秘诀就这四个字。如果真的把我忘掉了，把思忘掉了，起心动念一切都是大公无私，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自自然然与诸佛如来感应大教，一切如来啊，自自然然与天地鬼神其不思议的感应。今天我们感而不通，你要晓得原因就是自私自利，不能够做到彻底的放下，彻底的牺牲奉献，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那是佛菩萨了。